为了提供民众清气清新的公共便所环境，文武庙鹿港镇立体育场的公共便所进行大翻修。鹿港镇长柯志宏也特别来到鹿港镇立体育场视察翻修的成果，了解民众的需求和感受。鹿港镇长柯志宏来到鹿港镇立体育场视察便所翻新成果，感受充满美感，又搁开阔明亮的新便所，嘛来打破便所老旧，予人唔敢入去使用的刻板印象。啊，咱鹿港镇吼是咱来交通部观光局啊推动啊，这個、小镇吼漫游吼的经典之一的一个小镇，尤其啊，安尼咱来用这安尼交通部观光局吼。啊，会当讲吼，啊，布置计划，啊，要提升吼，啊，咱这个安尼整个，啊，这样环境，啊，那个交通部也补助我们500万，啊，要来做这软硬体，啊，所以咱公所吼，嘛安尼来布了这个厕所，吼，会当讲提升啊，咱这厕所，会当讲做了更加好，会当让咱来到咱鹿港的这个观光客，会当讲有一个好的使用这厕所的环境，啊，尤其这次啊，已经啊整修已经啊差不多。啊，陆陆续续在这所啊，那么开放，或者啊，你所有啊民众来使用，所以今天特别来做一个检视，啊，当讲现场吼，啊，来看观看，会当讲非常啊，你整体非常好，能够吼，会当吼咱这观光客来到咱鹿港，啊，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厕所，能够提升啊，当吼这样游客吼啊使用啊，会更加方便。便所全部大翻新，唔呐，涂骹、门板有够水的涂样，嘛来充满色彩。透过交通部补助的500万，来改善电影上的硬体设施。鹿港镇提拨以公共便所优化为重点，包括文武庙、鹿港镇立体育场公共便所等等。如今工程拢已经施作完成，希望提供予游客友善的旅游环境，予鹿港的观光产业走向永续发展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